三 D 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Hello， 大家傍晚好。粉丝们，傍晚好。安迪秀姐要煮什么菜色呢？叮咛，看到安迪秀呢，放了油，然后猜一下，然后又看到豆腐在旁边，猜一下要煮什么。我们先把豆腐炸起来哦。安迪秀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煮，叫我们煮豆芽炒豆腐啊。哎，豆腐炒豆芽。Hello， 傍晚好，倒瓜哦，豆干炒豆芽哦，倒瓜。然后呢，爸爸刚才已经切好蒜米末呢，还有辣椒末哦。我们先把豆腐呢，安迪秀在 NSK 买了2466片的豆干呢，我们先下锅油炸它。Hello，Nancy 讲，师妹你回来了啊？刚回来。对，我刚回到家哦，该帮妈咪去买那个番薯，哎没有，马铃薯。安迪秀姐要教大家煮一道新的菜色呢，是黑胡椒鸡扒。我还跟妈咪讲，粉丝应该会掉眼镜哎，看安迪秀煮西餐啊。虽然讲又来看煮菜啦，你的我没有来开锅。傍晚好，我们刚才没有来开锅，哎呦忘记了，要下去拿嘛？电脑放下去接。哦，我要下去拿嘛？可是新的很难接。要不是要烧热水先哦？等下顺便教朋友粉丝们开锅哦，因为呢 ，Before 呢有特别送一个平底锅给安迪秀。谢谢大家分享哦，连续讲分享两次了，刚刚好。对，我现在去拿那个新锅 ，Vivo 刚刚送了一个平底锅给安迪秀，今天刚好可以现场开锅。我们先把时间呢交给安迪秀炸豆干，我去拿平底锅。你搞定了就，可以了哦。剪刀，对，我要拿剪刀先。要，其实在这里。我先呢，把这个平底锅先开上来。这个是比我呢，前两天寄到的，然后我还没有时间去把安迪秀看。好嘛，28cm 诶，平底锅。28。今天平底锅最大是28吧？是嘞。我们到一个八多吧。知道我。这个八不知道平衡了。沈明讲 ，Good evening everyone, enjoy the home cook from Andy Shu 哦，他讲 ，Thanks Bibi for the comment。哇，我先把这个平底锅呢，你要叫 Andy Shu 帮我拿镜头，我再帮他拆这锅。嘿嘿嘿，粉丝们收到那个皮沃的锅有开始用吗？好用吗？可以给安迪秀知道好不好用哦，我们帮你跟厂商反映一下那个好不好用。谢谢呢，皮沃呢送我们那么漂亮的锅。叮叮叮叮，我现场呢看到吗？这个是皮沃的锅，我在开着，因为那天到的时候呢来不及开它。哎，现场妈咪帮我一下啊，妈咪帮我开，嘿，哎，好像是在，哎，它这感觉没有这样重哎，是吗？嗯，再看妈咪开一下，我帮妈咪拍，小心啊，嗯，好了，我现在帮妈咪开了这个皮沃的锅，再倒回来，阿弟秀呢再帮我们炸这豆干。我们等一下炒呢，豆干炒豆芽。这道菜呢，小时候哦，妈咪每次煮给我们吃的。然后呢，小时候我看妈咪煮的时候，我是头
头在下面，看不到那个炉。现在大了看得到那个炉，哈哈。看到了也不会煮。看到了也是不会煮，妈咪讲，还拷贝我一下。叮叮，我们的锅 ，Fivo 送我们的锅。我现在呢，先把这个锅先拆起来，然后呢，我就要去装洗干净，然后装满热水，现场开锅。我们把时间给回安弟秀，妈咪姐很快哦。心里讲又有免费锅用，他讲谢谢呢。Fivo 送我们的平底锅，上次他听到安弟秀讲没有平底锅接那个三文鱼，然后呢 Polly 就心念念，他就特别送了一个平底锅给我们。昨天双十一你们有跟 Christy 买到那个江鱼仔还有虾米吗？都有做优惠哦，原本是讲买了还发给我看耶。哇，妈咪很漂亮的 packing 耶，喂，噔噔，我拆了长这个样子的，叉叉叉叉，长这个样子，我现在要开掉去清洗干净了。妈咪在帮我们炸这呢豆干，阿哥还在帮我们备菜哦。今天没有听到钟钟钟的声音对吗？因为阿哥的默默的在背后呢帮我们弄那个备菜。诶，妈咪很可爱耶，他们这个平底锅。妈咪不可爱。妈咪，我的平底锅很可爱。嘿，我先把平底锅清洗干净一下，它 packing 了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先去清洗干净。这样子我看一下，啊，给我这样子啊，嗯，会难洗吗？你要给粉丝看一下嘛，拿给粉丝看一下，会难洗吗？我不知道哎，妈咪，我第一次看过它。来，把它美一下啦。很美嘞，蜂窝。哇，这个是阿贵版的，阿贵版的。316，哦 ，SUS 316，然后它还有这个盖，我现在去洗先。看得到哦，嗯。不要，不要等下凉皮。这个多点煮，怎么不脆弱啊？啊？可以的，我以为慢慢煮就是。你现在炸这呢？妈咪，这个下面有放盐吗？这里炸是有放盐。有啊，放点盐下去，我刚买回来的，没有腌盐。刚买回来的没有淹到盐水哦，现在放点盐下去。为什么要放盐呢？不要怪脏哦，然后又咸咸好吃。你很久没有现场开锅了。多少度？28。等一下，你直接放那个什么下去哦。我今天听到我的声音哦。28度，来蛮美啦。小个啦，哦，那个手法都这样子，先打一样。你给我们吃菜了啊，那个背后。哦，是哦，你帮我拿下给他们拍一下。给他们看一下，粉丝们，他后面是这样子的哦。看清楚吗？嗯。他后面是这样的，然后他一个自己的 logo 啊。哦，他有 logo。316。对，看清楚吗？这个是正版的哦，不要买到假的。可以看清楚吗？啊，应该是看得清楚了。我也买过，就要看这边才买咯。嗯，我现在要煮烧水，对吗？嗯，我下去煮烧水。煮烧水。
ใส่หัวหน้า妈咪已经把呢，噔噔，我们的这个豆干呢炸到金黄色了。我们现在炸好备用哦。很想偷吃哦。Andy Shu 呢，刚才烧热油的时候呢，他有加了一点盐，然后才下锅炸这个豆干。哇，妈咪你很厉害耶，可以用回刚才的油哦。你看妈咪很会运用。修工问你哎，平底锅多少钱哎？我不知道哦，很因为要问厂商哦。等一下我才发厂商的电话，也要购买的朋友去来 messenger 我先。等一下我把厂商电话发给大家。Kristen 问我，师妹你好点了吗？师妹现在没有什么走动，然后呢，只是跟老板去开会就回家了，没有什么运动啊、走动啊，可能很快就好了。大家傍晚好。Andy Shu 现在在做什么呢？好，我们刚才呢烧热油、爆香、蒜米末、辣椒、葱段哦。Susan， 我们好多了，好多了，我好多了。Andrew 上来了哦，可能没有看到你，因为刚才在帮妈咪弄那个平底锅。我们先爆香、蒜米末、小辣椒。葱段，然后呢爆香后呢就把豆芽放下去。妈咪昨天煮的那个咸鱼炒豆芽也是炒好吃的，今天给他炒完汤，对，超好吃的。连续讲，不让你走。连续讲，今天煮了青炒金瓜，好吃，第一次煮哎，咕咕咕，哇，妈咪呀，妈咪也是，我最喜欢吃那个青炒金瓜了。昨天讲师妹你好了，很开心哦。哇，我现在腰没有这样痛了，走路没有这样痛哦。弟弟讲，今晚煮昨天安迪秀教的炸弹咖喱啊，辣椒辣椒哦，辣椒炸弹，辣椒煎蛋啊，是辣椒煎蛋啊，辣椒煎蛋，好吃哦，那个辣椒蛋好吃，我们昨天吃到完，它是对三八辣椒蛋好吃哦，好吃好吃。喂，好点水啊。有炸弹留言，对 Andrew 我帮你 block 掉他了，谢谢大家呢。讲 take care 师妹，炸弹没有，有一个怪怪的人进来留言，哇，很漂亮哦，我们的豆干炒蛋完成，先去拿一个盘给妈咪先啊。声音了哈，等我一下。开声啊？嗯？就刚才没有声音，现在没有声音。听到吗？听到吗？听到师妹的声音吗？大家晚上好，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吗？可能刚才我离电话有点远哦。他说师妹很小声呢，没有听到哎。对呀，他走去旁边。嗯。啊，有声音吗？没有声音没？嗯，粉丝讲没有声音哎。Oh no！ 怎么办？你要讲到这样辛苦。你们现在听到吗？还是很小声啊？为什么呢？嘿，没有声音。是小声还是没有声音？是小声还是没有声音？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研究一下我的电话。美女，听不到声音。你听不美女啊？嗯，粉丝讲听不到声音。
哦，没有声音，难道是 Facebook block 了哦？奇怪，粉丝讲很小声，很小声哦。等我一下子啊，为什么没有声音？没有，我没有差，妈咪。听到吗？听到吗？听到了吗？会不会是那个 internet 的关系呢？等我一下。啊，没有声音哈，很小声哦。粉丝讲很小声。你从哪里来？他讲超小声的。不是，这个水从哪里来？你看，哎，奇怪哦，很小声哈。这样我是不是要调很大声呢？画面一直在跳哈。我好了，没有声音。哦，可能是 internet 的问题啊，等我一下子啊。听到了吗？听不到哎，怎么办？没有声音哎，妈咪。I worry you press medium button low。等一下。Can't hear clearly 哦。等我一下。奇怪，为什么没有声音？他说很小声哎。这样我是不是要开过呢？听到吗？怎么没有声音？四妹没有声音，好小声。嘿，他讲，哎，没有声音哎，妈咪，粉丝讲没有声音哦。听不到，粉丝说很小声，听不到。听到吗 ？Hello。哎，有声音哦。现在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妈咪讲他看，他讲他听到声音哦。可能粉丝你出去再进来一下，没有这样大声对吗？他讲声音超小的，他声音超小的，听到了吗 ？It's okay, still can hear clearly, so soft 哦。有哈，看到我 on and off again。有，刚才进去再出来了。粉丝们可能要出去，然后再进回来就听到了哦。刚才 Andy Shu 呢，他出去再进回来就听到声音了，可能是 Facebook 的关系有 Internet problem 哦。啊，进去再出来就听到声音了。啊 ，In and go out and go in again。对 ，OK 吗？听不到哈。安迪修的电话听得到，他说呢。哦，没有像平时这样大声。哦 ，Monica 他们刚进来听得到，刚进来的粉丝讲他听得到哦，他讲完全听不到。我再开过啊，我再开过一下。我再开过哦。办完好，有声音呢？有声音。
哎、欸，你讲进去还是很小声哦，还是？昨天这样大声。哦，没有像昨天这样大声啊，这样我。